我杀他们一把。是谁是什么意思？攻击你们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。我杀他们一把。不是人好拽。绕一下弄他。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哎，我可以被。来来来。我可以看，哎。来来来。来不来了？没看到了。就是他们红开不？怎么说？我们一级开还挺猛。他们好像在这个草里。我开一下不？好小心啊，兄弟！有眼吗？这应该没眼。没事，我回了吧。要搞吗？我感觉他们一级不是很行。但你这不是有眼吗？应该没眼的，我感觉。来了。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他们一级不行，让他们先打吧。你们俩站这儿去，等一下。让他们先打。我操，人太多了。我不，我要打这个红啊！我真得抢啊，不然亏死了。杀这个，来来来，这个，来来来，再来，我吃他这个。哎，我出门买装备都买错了，你看我没有买那个150的药，我操！你怎么不讲话了？啊？啊？哎，我怎么听得到他声音？我靠！我刚一直卡了，我操！不是卡了，是一直没声儿。我出门我都没买那个150的药。我操！你让别人装备是吧？还好下子也不缺，我能直接来抓下人。可以。这个草好像有个影。你先刷着吧，这线还不会过的。等个闪，我来看。这是没勾吗？为什么升两级不放技能呢？我两级应该要学一。这个草应该没。看到了，算了。我帮你们把。我跟不上呀！你看兰博位置，兰博在，兰博在石头。真的假的？还有鱼。兰博在，兰博在石头。石头人在石头。好好好。他们的石头。好。你下路小枪，兰博肯定在。啊，我不跟他了，我逼了。我吃河蟹了。哎，我不是河蟹会打的话会掉盾的吗？我不掉吗？你要控他，要控他，是有控制技能的，他才会掉盾。云玩家的这波。老练金了，这个有印象了，这哥们怎么赚一了？针对一下这名兄弟。哦，这个是个老练金。谁放的？谁死？哎，打在这里。他在打河蟹吗？东南没闪，应该要逼了。我逼了，来下，直接出神话装备是吗？现在是打野刀没得合成了，没有打野刀，没有打野刀。就你把惩戒用完，就自动有那个打野刀打野的效果。怎么知道是谁放的眼？你点一下这个眼，下面有名字的。
下了，有没有机会卖一下？我说那我进个草去一下，让他们先打起来。又看到你了，照到我了。蓝波在下，蓝波在下，我过来，有气吗？有气吗？我已经死了。Q， 算了算了，撤吧撤吧。兄弟来，难怪直接顶着我上。你不会敢过去？我操！还行，他有治疗，怪你。他妈的！没治疗你杀的，蓝波没死，我操，送了呀，宝贝儿，好可惜，好想干他。没事，还行。刚刚说我不会敢过去吧，我就过去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还行，他们上路被单杀两次了，稳了。这把靠上路了。小妹们，蓝波疯了。对。我把这个小龙吃了。试一下，再搞一下这发条，没闪。发条没闪是吧？嗯。啊，不能惩戒小的吗？现在我操！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惩戒小的？因为他跑回去了呀。因为他跑回去了。这有点。你是刚放的？带他跑。进去。咋了？随时看他从哪边过了。哎，随时，算了。哎，可以。好的。这寒冰好像也没约，这样拿我肯定下不来了。把兵器吃了，来。我没一线的，把他线断了，我们回了吧。哎，完了，他这个闷死了。来，等过你一下。好的，这些我把他推进去，应该不用推了，上进去了。是在杀了，来。行。他南博肯定在上面。是在上。好的，老子吃小龙。他在开先锋了，兰博。对，肯定在开的，这不开。哎，没开，这不开先锋。那兰博应该在吃你。哎，打野刀呢？没有打野刀，现在打野刀是没有打野刀是装的。那我这城完就直接没了。但是你身上有打野的那个效果，就是你不用打野刀，一直有那个效果。下月了，能月应该可以。我们又带啥了？带一些人的掉线了吗？不知道，什么都躲着。还是在中路。就松了。来，你踢回来吗？算了。他是寒冰。这样还可以啊，他玩的还行，这跑到中途，知道他想下路回来了。这是干啥？心里野怪了，没线了，这边开先锋了。开呗，他下路不吃。看到寒冰没？看被看到了。我靠，好脆啊，才900滴血。再来个黑切吧，应该得，兄弟们应该得来个黑切啊！啊！你不搞了？不是对手，没回家，被他逮住了。还没闪，跟我一样。在他的眼下回去，直接被逮住了。
买的装备应该就赢，身上钱太多了。我扯发这有眼。我还能靠下。什么能吃的。双重攻击，其实现在打野双野也挺好玩的。对不？他上脑快掉了，能吃饱饱。上路我都没去，看你的 KO。好 Q， 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啊，没用了，我已经死，你往我这走，我已经走不了了，我这没得走，感觉要去逮逮你了，他命没了，这肯定要逮你，他们要推下塔，你推中吧。哎，这链机想踢下，我可以过去，我有啊，应该还能赶上。不来了，没事在这里。来，我们吃他们那个红 buff， 可以来吗？可以了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兰博还有刀，随时过来找你们。哎，我这拆不这个发条，可以，没事没事，你有海克斯对吧？有，他应该走到这 AJ， 他应该要排，先上来排这个针眼。对，没事，他要吃这波线，他心态崩了，我爱心，但我没大，应该也能秒。太简单了，杀一个还能。这发条什么意思？你这把 W 交了。我操！又交了。我的。哎，大意了，这波是大意。这波是大意。我不知道看谁的第一视角，习惯的被人打就按个 W 自己，我忘了看谁的了，玩个盲僧。被你看的打野，那应该是高天亮吧，应该就是他的。高天亮，一定是天使。哎，这小龙怎么没下子了？我摸一下你。我玩过去了。不得死！这石头人没打的，石头人没打。没事，我就在这里面。他没闪了。哎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抬一脚，拿下。可以啊，怎么这么高伤害啊？触发了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伤害那么高啊？拿下了，你的瞎子还行。我专业江总。除了你刚刚在中路那个 W 有点问题。我怎么伤害那么高啊？我是 CD 的问题。这装备很变态的，其实。这发条要死了。发条怎么去上？没事，这里。弄一下。OK。
它有个锤实在可能会限制你输出，我能 W 这个寒冰。怎么那么高伤害啊？我烫物资啊，这不水鱼，我靠！哎，这有人，这里有人。我来点魔抗。把这先锋吃。这寒冰为什么第一件不出神话装，要先买个这个剑带，然后再出个羊刀？我很有人这么吃的，这么出配个那种辅助性辅助也挺好。但我一般先出神话，再出羊刀。我感觉还是这版本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裸神话装的。对啊，神话装备又加成，太变态。这里寒冰，给我看多少？哎，真敢！那个，这左边有个发条，好像都过来了，都来了。哎，是这么没大的。他说，没放个眼，检查一下没开。妈，全来了！他们爆团了！哎。我去找这个人，这边有人，好像有人往这边走了，都下去了。全是人，这有扫吗？你能看到有没有眼？没扫，应该这个地方没眼。他刚锤石是直接上去了，你已经疯了，这个人。哎，我撤了。我倒了，不要想念我。咋去世了？我想去杀了个兰博。没事，还行吧。一换一吧，你跟兰博换了，我们这个对面死的。比了。是吧，我们小反的凯瑞他的装备。我不送就行了。我感觉我一个大招好久。救吗？来吃这个。怎么一个 Q 伤害这么低？发育太差了。这发育算差，那我这算啥？你装备好像你比我多一个大的。啊，这个你不会 Q 小龙 Q 红的吗？哎，上去了，你们都上去了。来了，上面。别。
兰博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啥啥子。不行了，这不敢。呜、哦，这小法的伤害不太像个人。能推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会死。你死了，死了，还好有闪，我没闪，都不敢去挑衅他，这锤石没闪了，哎，刷一下，不一定啊，你说不定没闪真敢冲，太对了，有闪没闪我都得干。这小法师，来来来，舒服，他全在杀我，怎么我全是触？哎，我坐他，先跑掉了，距离不够，往下面，他往下面走，来来来，弄他，没闪。越不了他，我是你可能碰到了一个兰博打野，兰博打野不太行。他节奏太慢了，他节奏真的太慢了。